不可以按黑剂。好，这样你被吹。烤肉饼会很痛苦。出了！你有出货吗？有，白痴哦！啊，你都没录哎、欸！没录的，好，那就算了。有人夹了三只，然后自己一点点都没录到，大家看。这两个太抖。被他们两个跑去上厕所，完全没有动力夹了。为什么？没有录到。我看那个很神奇哦，我一次出三只。没有录到啊，你自己要没录好的。看看，妹妹，真不好看，跟他拿那个分一半。啊，是的。好，出货了。一个包包，没有吧？算好打啦，不然你刚刚怎么出那么多个？你自己没录到而已。没录到，其实它不难打。好，姐姐帮我拿一下。刚才那个是反手。哦，那是反手拍哦。对，你还抓他拍拍，这也是反手哎。不是，这好多拍。打推。打推。让他打推。哎、欸，打到旁边去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是大马路边，有点吵。哦，两个会出吗？其实不容易。不容易吗？不可以按黑剂。好，这样你被吹。烤肉饼会很痛苦。哎，出货了！好笑，骗你出货了，真没没有用。先这样，甩爪之中，那就出货。出货，浪费十块。是这样干嘛？嗯，可以。喂，台主你好，我在那个你那边有一个小。玩具是坏的，什么商品？就是那个圣诞老公公、欸。对，学生。OK， 好，那麻烦你。他说他五分钟之后过来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继续打其他。Baby， 进来。这个要二手。先纸上纸下好了。不好，Baby 又出两根了。耶！妈妈两个小根，出两根，我来打我的脸。啊！姐，刚放到这边了。好快哦！有啊，我看到了，速度很快哦。好快哦！爸爸放的很不错哦。天地差。可是那个其实不容易耶，因为它有天地差。哎，出货了，两个咯，两个咯。三个咯，三个咯。奇怪，你刚才那娃娃怎么会没有夹出来呢？这对来讲应该是一滴一滴。哎，四个了，再三个哦。拉他，拉得到吗？这么刚。再看，还回去，而且这边好多东西会挡住它，你就出出看咯。
甩的时候转转，哎、欸，可以耶，那个要输了。倒没有，今天怎么跳爪？一样啊，打刚刚那样啊，很好啊，反正它会转爪。夹爪是不是夹后面这盒？然后呢？哎、欸，可以耶，你可以夹下面这盒。真的交给你。不会啊，要输了。不，这个是比较会夹哎。比较不好入手。好，换你。那师傅，这很难的，老公。我觉得我受不了啊。啊，谢谢。不要太厚。刚刚那最后一枪很重要。你要挡住别人打牌哈。剩下一个嘛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你来数一下，估计。打两个。打两个就可以换很多。我再玩一下，可以。可以吃这个吗？我看一下保存时间。可以。可以。那边台独换东西，先不要吃。先不要吃，先不要吃。还没换好啊。不能假装吃吗？不行。假装是可以，好，接过来。啊，你好，很衰。啊，这个，我输了，是最后一个了。嗯，其实这个要来他走，这边有一个很好打的，但是被这个挡住了，真的。哦。不要！哈哈哈！丢回去。好啊。嗯。难呢。五百块又快没了。你怎么了？怎么换你？好啊。你拿来敲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可以，多了。就是说讲到原则，因为刚好我把东西弄走了。太好了，上班可以打电话。你要选哪一个？来，等一下，一个，两个。不要拿。我们要换夹七送啊！你让爸爸摆一下。你先让我摆一下嘛。夹七送喽，看几个，一二三四二四六七，七个都没错。你要哪一个？这个。上面那个是毯子吗？你可以看一下吗？你要换这个吗，老公？对，换这个收纳容量、收纳被子、毯子，就是可以把被子跟毯子放进去。那要不要跟台独讲一声啊？他好像是让我们自己选啊，上方当日夹手。哦，好，那就这样子喽，谢谢台独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夹起来之后，这个可能会夹。好啊，你夹。按没？哇，那个就可以夹了，又多一了，你可以换夹八送。那不是那样子好不好？不是夹夹一个夹一个。不是啊，可以换夹七或夹八的。哦，对了，这只要给这样子。好，输了，终于。那现在，可是现在就不好输了。刚刚比较好输。因为它这个爪子会一直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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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转。有没有碰到？有哎、欸。快输！夹石送啊，夹石送可以换那个车车。那车车是什么？再拿下来看一下。先看一下，先看一下。如果没有比较好，我们还是要换那个背背。会比较好吗？劳动者啊。那我还好，收费毯子比较实用。只要克服它一直转，一直转，基本上就很好玩。我换这个，这边我们其实有夹到十啊，可是我们换夹器就好了。好，好，可以玩。很好玩啊！哎、欸，他说他要补货哎。在补买吗？在补买，对，遇到台主来补货。怎么这么刚好？太巧了吧！我刚下班，我下班都要过来。对，下班补货是最好玩的时候。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！让一个40岁老人顶东西给你看，哇，翻了翻了，哇！我爸爸把脚翘起来，爸爸在跳芭蕾舞。啊，掉了。